沈阳市有小空空啊，有小露露、小军军，还有什么小泡泡？可以说沈阳是东三省，这点最大。那领导多了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老多小诗诗了，哪个地方啊？是小空空啊，还是小泡泡啊，还是哪嘎达啊？这一问明白了，哎，你看这大志电话啪这一挂，志哥去人家那块志哥当时找的谁带的路呢？他进不去，哎，找的一个姓杨的。 杨总兵，哎，老杨，你看这不就来了吗？老杨进屋先打招呼来了，老杨就说了，说这个老裴呀、啊，外边来人了啊，搁门口站着呢，看看跟你聊聊这个刘勇的事儿，找到我了，你看能见一面吧？老裴说了，你让他进来吧，啊，我可以跟他见一面，让他进来吧。大致从外边就进来了，哎，就老杨。 当时还有这个老裴，还有他这一个身边的，达到一定的这个级别，身边就得有这么个人啊，就负责领导的起居，负责传话带话，那有什么指示都得他去。他们四个啊，屋里很简陋，一个办公桌，外边这个墙刷的全是绿色的。哎，大志这一瞅，你好，你好，同志，哎，伸手互相这么一握，志、这、哥、个、就说了，首先呢。 我带这个刘勇呢，向你表示歉意。这出了这样的事儿，咱们说句实在话，谁都不想让它发生。你说对不？老裴点点头，对，啊，是谁都不想发生，但发生了啊。说你看这么的，我知道刘勇在你这儿，你这样，咱们互相给个面，也别找别人了啊。你这样，你开个价，你说你要多少钱，行吧？ 你吱个声，让刘勇拿啊！如果刘勇有的话，我替他做主，这个钱可以给你。你开个价吧，老裴，瞅瞅他。我开个价，我开多少价？我儿子这个生育能力能回来吗？啊，这个生理问题能解决吗？一分钱我不要啊！刘勇，在我西边这个禁闭室待着，有人伺候他，我整他几天。 我要亲手把他送上路。他是一个社会分子，我也算是为民除害。大志这一听，那个这样，你看一千万行吗？人家都没瞅大志，瞅着外边两千万，两千万行吗？老裴叭一摆手，一转脑袋，志哥讲话同意了。同志，我知道你背景挺深厚的，很不简单。 但是啊，这个事儿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，咱俩这个问题啊，不要再聊了，聊多了呀，反而对你我都不好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要钱，我就要刘勇这小子这条命啊！我不要钱。大志这一听，他妈急眼了，志哥不乐意了，你他妈的那么梗呢？志哥一瞅他跟自己说话这个态度，挺他妈傲气的啊！志哥就说了。 这个事儿起因吧，我也知道了，是你的儿子先犯的错，耍的贱。老裴扒着眼睛一瞪大志，你不用瞪我，你儿子上酒吧不撩扯人家啊，人能打他吗？其次，你也不用搁这嘎达装你多高调，就他妈俩丸子给踹没了，你就能把人给整死？我他妈就不相信了呢。再一个，你感觉你挺大个手，你不是啥手啊？ 你说你我他妈跟你来聊，你就给点面子解决得了呗？花点米儿，就刘勇你他妈给整没了，你儿子那玩意儿能好是咋的？志哥就跟他激怒了，人家当时一瞅他，人老裴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给我出去！哎，大志这一瞅他，哎哎哎，老老老老杨，哎，这个老裴老裴，不用了啊！大志讲话了，我还不呆了呢，你他妈不用装牛逼，知道吧？刘勇在这。 你打死你他妈试试，我他妈给你干没他啊！你不用跟我俩嘚儿喝，知道吧？哎，在门口，志哥他妈在门口嘛。杨总兵也出来了，这给人家气够呛啊！志哥，不行，咱走吧。走啥走？我看他能咋的我？妈的，那你派人打我一下子！志哥在门口就较上劲了，在人家大院里头叭叭的一顿臭骂。志哥拿电话不就打过去了吗？打给谁了？一个姓张的，相当厉害。 这个大哥，你看，搁这块哎，搁这屋里一坐，椅子上披个大衣、哎，哎，哎，哎哎，大志啊，那个有个事麻烦你啊，你看你来趟这个二炮呗，啊，出点事儿，把这个事儿就跟人家这个大哥这么的那么的一学，哎，说我来了，没想到这小子他妈这么跟，你看看你过来是咋的，看看咋整啊，啊，有这么个事儿啊，那行啊，那你这样吧。 我给打电话，你俩来我这儿。我现在立马让他来我这儿啊！哎，行，你来我这儿吧。你看电话啪着一挂，人家这个大哥拿着电话就直接干到老裴那儿去了。哎，老裴这一接，哎哎哎哎，领导，很板正啊，上下级分得很明确。老裴啊，你来趟我这儿啊。这个大志啊，给我打电话了，你跟他一起上我这儿，现在过来。 不用跟我过多说那些，先上我这来。电话啪这一挂，人家当时这个领导啊，你看，哎，人家很有范儿。这边人家手底下的就给这老裴拉来了。大志坐着杨永明的车也往这赶，志哥都得给人家大哥面子啊，都不敢说轻易的跟人大哥怎么怎么地。你说这俩人到这，大志往屋里一进，叭坐那儿了。哎，你看这个老裴，裴老师也坐那儿了。 老裴带的人都站门口了啊！你得搁外头站着，能让你们进屋吗？屋里头古香古色的，也挺大个办公室，很朴素，木头凳子，外边包的那个白布。你看人家这领导面对着大志，大志呢坐这边，哎，杨总兵坐旁边，还有这个裴老师，就他们四个。领导一看，张领导就说了：“杨总兵啊，那个这事跟你什么关系？”哎。 小杨一听啊，领导跟我没关系，我把这个志哥介绍给这个裴老师了，然后没谈妥，我就跟着一起来了。啊，跟你没关系是吧？没关系，你在这干个嘚啊啊！出去，跟你没关系来干啥呀？在屋里看热闹吗？上外头给我站着去去！杨总兵一听啊，屁都没敢放，滴溜就出去了，没鸡巴招。 那叫什么大一级压死人啊，都知道，我就不说了。你看这个时候在这儿，老张一瞅，说那个这个事儿吧，我大概了解了啊。你们俩这个心中有什么想法，都说出来。志哥本身就挺生这个老裴的气啊。大致一摆手，说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这个犊子跟我俩装逼。裴老师一瞅他，你说话给我客气一些，我告诉你啊。 我跟你客气个嘚啊！操，就你这逼样的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妈的，过年上我家串门吃饭，桌上坐不下，坐门槛子上吃饭的都比你钱大。